Absolutely.不，我录个视频，我录个视频。人性，人性，人。睡个每天这个，回来说了。海馆日期，去年，我们去年几月份来这里的？啊，大叔。嗯。我们去年几月份来这里的？8月30号。去年8月30号。嗯。广东省东莞市，下一个。先慢慢让我卖清外吧。我是户籍人口，流动人口应该也是吧？啊？流动人口是啥意思啊？大叔。流动人口就是在，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哪个上面写流动人口？这个扫码的，还有无户人口又是那无户人员又是啥意思？无户人员就是没在哪个厂里上班吗？我是户籍人口的，嗯，就东莞市本地的，不知道。